这个比连读有意思，300秒400秒390块钱到400都可以卡黄，平时是650啊。噔噔噔噔噔，耳朵说刷巴掌的人300块钱就能卡黄，比平时便宜一半，剩下的他补。行，红靠给我记着，这么说就行了。那如果有人愿意刷巴掌就刷巴掌，咱们就390刷棒棒糖，刷棒棒糖390卡黄，咱不跟你们男的搁这块儿当拍卖会，咱们就390。兄弟们有心的话就帮一下，没心的话帮男的也行，反正你都是支持我，怎么样？咱不趁人之危，就这样。再唱一首《凉凉》，送给男团，算了，送给女团也，习惯了，习惯了，自己是女的，习惯帮女的了。唱一首《凉凉》送给大家，不好意思，习惯了，忘了，男团我得要。开始，习惯了，习惯了。我收到了一条消息，我告诉你啊，直播间里的某些人啊，不要玩埋汰的啊，你玩埋汰那些男粉啊，我收到了一些消息啊，哪个男粉现在在背后玩埋汰的呢啊，跟那块啊，我不指名啊，你自己自觉点啊，我知道了啊。凉风花落泪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思念相望。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怎剩下，这一寒心茫茫，爱故作不动，不要不坚强，都是假象。天天放飞如水流，两两天
爱的宝贝，了解一下这时间，21点，也就是等会儿的一个小时以后，大家了解一下。啊，对，300秒是要改一下，这一期在400秒，说错了。冰雪跟耳朵说300秒不行，300秒不够用。好。好啦，这歌就听老大唱的舒服。感谢我们家的新商，在这个时候就新商牛逼啊，我就说啊。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欢迎来到。宿命哥有什么不好参与的啊？你就是我这边的人，你的立场就是我，我的立场是李哥。你要是今天都不帮的话，我以后立场怎么能全心全意的站在李哥那边？咱们是一家人，与粉丝没关系。你主要是我爱谁你爱谁，我恨谁你便恨。好鬼，嗨。你见女儿去，好把你漂亮说的好。好，我们看个季节，刚进来的小伙伴，没有开真爱的开通一下真爱，手机在你的头上方有个真爱两个字，电脑在你的左下方有一个真爱团两个字，大家开完真爱以后在公屏打一，你就会有马甲了，以后在这个房间打字一直都不会有限制了啊。对，开完真爱以后在公屏打一啊，谢谢。没有点响应的，大家点击一下响应啊。哎呀，没有过真爱的过一下真爱 ，Thank you。这个歌曲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啊。这歌曲没有名，乱码一堆，我瞎乱找的，也不知道啊。欢迎包子，欢迎大家。好，对，大家没有开真爱的开通一下真爱吧。啊，没有点响应的赶紧点响应。不是，你们现在别紧张啊，你们现在放松，一共就400秒，一咬牙一挺就过去了，你们现在别想一会儿的事情，你们在公屏跟我玩啊，紧张嘛啊，我去，现在反而女粉一直在跟我说话，男粉呢？这个时候气势很重要，我跟你讲，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气势也要出来，到最后就缩哈了，知道吗？男粉给老大争点气啊，这时候你们这么多人，对不对？男团比较紧张，我是学粉细细玩啥哟。如果9点之前不许走，等着老大发配。九点开始400秒男女团大战啊，支持女团等会儿刷棒棒糖，但是只能刷1毛钱，最后的30秒才可以上大票，30秒之前绝对都不可以带流光，知道吗？不能带流光，也不能刷大票。支持男团刷巴掌，女团刷棒棒糖，只有400秒，前面还不能上大票，只能不带流光的1毛。啊，这两个礼物都是1毛钱，啊。雪团刷什么？刷棒棒糖。雪团是棒棒糖，男团是巴掌，我就不说话了，你们公屏爱怎么拉人怎么拉人，我不参与了啊，因为这样的话对别的粉丝不公平啊。好，这一个开真爱的小伙伴在公屏扣一下一，然后打字没有限制。老大你老听我们才紧张，别紧张，多大点事儿，输就输呗。
到时候八点四十的时候，我们讲一下赌注吧。啊，我们没有赌注的话就没意思了，得有点惩罚跟奖励啊。嗯嗯。然后呢，像这个是，等一下啊。在这个时候呢，我要站家务女团，站在爷们儿站出来了。有赌注吗？多少还是要带个赌注的。这个是咱们女团都结过婚的，没有办法以身相许了，只能换个别的了。谢谢兔子，兔子是男孩女孩？什么社团？女团就女团，别玩文字游戏。小熊你紧张死你算了，小熊你这时候你噼里啪啦，你搁这块儿你叫什么字儿呢？我靠，我他妈说错一句话都不行现在。我靠，你们的小熊小气死了。我靠，女团人这么少，你们还紧张个屁呀、啊、我去。那么这时候考验你们的时候又到了。现在大家都是在攒钱呢，就是我唱歌也好我干嘛也好，大家应该都不会忍心去给我刷一组礼物了。那么现在呢，我要两个麦，看你们谁能顶住。看着我数，我在挑战我自己啊！我在看一个哪个粉丝对我好。哎呀，男粉女粉都是我的粉丝，男粉不要上，女粉也不用上，你们都是我的粉丝，没关系，我只是休息一下，对你们都没有关系啊。女粉对你好，我觉得男粉对我其实也好的，你们别挑拨我跟男粉的关系。我既然不帮女粉拉票，就证明我现在已经中立了，不然我拿个麦克风，我肯定我拉票比你们厉害，对不对？难道狐狸谁？你要问他？没，烟火哥，不，你好，你好，主播你好，你好你好，我叫雪儿，我是唱歌聊天的主播，你呢？叫小雨，我是鬼哥主播。哦，你好，嗯，那你先来，我们要一半时间，给我留一点时间就行了。那好，我先来。好的，好的，好，请换剑的哥哥们啊！我可是真的鬼哥哦，主播，你确定让我先来？我想有个家，家里有个他，家里有个我真心爱心爱我的他。白天我上班去，我给他打电话，电话里面萌萌哒。我想有个家，家里有个他，家里有个他真心疼我的他。沙发上摸摸
主播剩下的时间给你啊。好，谢谢陈寒，谢谢飘飘，谢谢巧克力，谢谢咱女团啊！欢迎见到见到的哥哥啊！欢迎。我唱一个《远走高飞》送给大家 ，Hello。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路边那道蔷薇，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非非，天亮走到天黑，黄昏中的堡垒，如果迎着风就飞，不管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体会，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谢谢男团女团。或是后天，日落下的余晖，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何必去辩解谁错或谁对，就让一切回归那自由的感觉，如果迎着风就飞。我们好，我就唱到这儿吧。我们谢谢谢谢男团跟女团啊，谢谢女团先打了个样，男团也没逊色，没欠女团啥，您都男团也刷了，谢谢男团女团啊，你们真的稍微省一点啊。雪儿，你是大主播吗？给你一年积攒了好多你们家的人、啊。没有啊，我不是大主播，就是家里的铁粉家人那个多一点，天天就这些人一起玩。哦，欢迎金龙哥，欢迎。欢迎诗涵，欢迎程涵。嗯，我不惩罚你，我们俩玩个游戏吧。好，什么游戏啊？你平时跟他们连麦都玩什么？嗯，真心话呀，成语接龙啊，或者真心话呀。嗯，对，什么都有，反正。哦，真心话，真心话。哎，你这么的吧，我们玩一个诚实勇敢吧，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好不好？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就是不过分的、啊、只是伤害我的、啊、与你没有关系的。哦，好好，你把你的公屏转播给我看一下，还有你的贵宾席。嗯、哦，好啊，转播一下给我看一下贵宾席。好，给你看一下啊，再往下就是那个把那个森林跟大无畏我们家的两个人给他们俩给踢出来。一个叫森林，一个叫大无畏，没关系，我让你做的，他们俩不会生气的，你就踢就行了。那、踢这个两个大无畏跟森林。森林。对，就是带着756马甲的。啊、嗯，对、踢吧。还有一个大无畏没看到啊。对对对对对。别卷出来。森林，森林。对，动作要快一点。啊、好，马上马上。我没有踢过人，怎么踢呢，哥哥们？没关系，就是右键他的名字有个 ID， 然后给他打99分钟。右键，我看，对，看到 ID 了，可是没有 ID 两个字啊，有一个，等一下，我再截屏给你看。
哎呀，大无畏回来了。那森林，对，这森林又见森林，又见。然后呢？然后踢出频道，踢出频道，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二个。哦哦，看到了。对，够了。嗯，然后呢？点确定啊。对，行，可以，好。行，你们主播喊的不是我。嗯，没事。怎么有这么好玩的呀？啊，这么好玩的，下次再见，祝你越来越好，主播。嗯，好，拜拜拜拜。你们是不是？诗涵哈喽。诗涵扯淡在赶你走，他说诗涵姐你有事你就去忙去，我们会想你的，爱你哦。诗涵人家今天特意为了九点来的，你往哪儿赶呢？扯淡，你一天不地道了啊，你怎么赶女粉呢？咱们要比的干净一点，你这开始有点玩赖了啊。女团可别学他啊。九点比赛什么？不，陈寒，我们家自己玩游戏，400秒，九点开始，一共就有400秒，370秒前面只能刷1毛钱的棒棒糖或者巴掌，棒棒糖是帮女粉，巴掌是帮男粉，然后到最后30秒的时候，你刷多少都可以，30秒之前不可以刷大票，知道吗？就看你站哪边了，陈寒啊。欢迎生叔姐，哎，咱们家主力来了，咱们家主力生叔姐跟素兰哥，素兰哥说他要当女团的人，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说的啊，素兰哥自己说的啊，他觉得女团太弱了，实在是没有大哥，就一个生叔，我真的，咱家已经没有人了，谢谢程涵的棒棒糖，现在不开始，等会儿你再刷棒棒糖就对了，欢迎我家生叔姐。素兰哥你在吗？素兰哥今天晚上希望你9点半以前你能全程盯着雪儿目不转睛。素兰哥你在吗？我等会儿得叫一下素兰哥，我得问他一下，为了安全起见。欢迎上书姐。中立，不是，我没有不让别人刷礼物啊，大家都可以刷什么都行。素兰哥最后调成10就可以了吧？这位女团好，程涵，程涵是改的女马甲是不是？好，嗯，这样就可以了。大家不要担心素兰哥哥，素兰哥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生叔姐，你是我们的精神呐、啊，精神支柱啊，生叔姐。说一句感慨的，有什么感慨呢？说一句感言吧。哦，好，我真是女的哦，你真是女的啊，那就好办了。OK， 我怎么感觉今晚要凉？不一定，这就是你们散票之间的斗争。大哥愿意30秒，怎么，你们就期待亲哥跟二爷吧。这俩人要是放你们鸽子的话，你们就废了，你们就只能等待下一站了，你们就要内讧了。那他俩是手拉手聊闲呢。啊，对，还有冰雪呢。生叔姐说，今天就算天皇老子来，我也是女团的，就算被打死我也带女团。好，生叔姐牛逼 plus。忘不掉的伤，你看看我们，你看一看家里的女人多团结，全是鼓励，没有责怪跟埋怨。来到歌词了解一下，好，谢谢我们程海，程海省点，等会儿一起上。啊。刷一组两组差不多意思一下就行了。唱一
献首什么歌给大家呢？啊啊啊啊啊啊！唱一首多少卡黄？哦，对，告诉大家一声，再等会儿400秒之间，390块钱到400块钱就卡黄，刷300个巴掌也卡黄，剩下的耳朵补，这是耳朵说的。但是你刷棒棒糖就要刷390块钱，刷巴掌只刷300，但是刷棒棒糖是为了我，刷巴掌是为了男的，你们自己考虑。等一会儿全便宜一半卡黄。欢迎弹指大哥，战位男团，欢迎弹指大哥。唱一首后来啊，多少卡花？那还是巴掌，但是巴掌不是为了我，前后就省了90块钱。啊对，啊对，说错了，对，巴掌划算，巴掌是便宜一些。是是是是是，巴掌300就卡黄，剩下的耳朵补，然后棒棒糖390。嗯，
一会儿卡黄，每个人刷280块钱的棒棒糖，剩下的他都给补。平时我们卡黄是650卡黄，等会儿400秒之内，280块钱棒棒糖就能给卡黄，知道了吗？剩下的生疏解补，300块钱巴掌就给卡黄，剩下的耳朵补。所以要卡黄，等会儿等会儿卡，这是大哥们跟大姐们说的，不怪我。所以说要卡黄要刷什么，你们自己看。啊，不能再变了啊，不能再变了啊，最多是耳朵你也280，我要我说你也别差那20块钱，都是一样的大哥顶哥。你说你整那300块钱多差事儿啊，要我就说你跟生疏姐一样，都是280卡黄码，一共就400秒，你差这20块钱让男团吃亏犯不上。你现在有一个帮手也算，你说是不？要我说你也280。280块钱不是28啊，28不可能啊，就是不能再低了，这样的话啊，280我感觉耳朵他妈好委屈啊。一会儿400秒当中，棒棒糖或者巴掌啊，280元卡黄码，这样行吧？好，就这样。就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 OK， 耳朵哥如果低的话我再跟。牛啊，这个是全年最低价了，兄弟们先卡我们家黄马的，等会儿280块钱就卡啊，比平时便宜了400块钱了快。然后那个就在400秒中，年度我们家都没有这个价钱卡过黄马，所以说等会儿就是大家一起闹一闹，280块钱的巴掌或者是棒棒糖都可以给卡，只要本场贡献有你的记录就行啊。剩下的不够，大哥来补，还有尚书姐。小和尚，你们不用找庆哥，庆哥说他手机快没电了，让我提前10分钟告诉他，他到达现场，他现在不能一直看，要省着电等会儿来，所以说他刚才告我提前10分钟或者5分钟告诉他他过来。然后呢你们不用找庆哥，他心里已经知道要帮谁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要帮谁，不知道是男团女团，但是我感觉90%是帮男的，所以咱们女团不要气馁。不存在策反，咱们都不会策反的啊。如果你想啊，大哥心里有数，如果实力不相当的话，大哥就不会带你们玩了，肯定是实力差不多，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其实该恐慌的是我们女人才对，你们不要慌，二爷还没到位啊，那个不知道。早眼睛消失在人海，后来我帮雪儿，谢谢1990啊，咱们没有雪儿，只有女团跟男团，女团是刷棒棒糖，男团是刷巴掌。1990啊，我这些人都是我的粉丝，都平等的，男你想帮男的刷巴掌，想帮女的刷棒棒糖，但是呢到游戏结束的时候，不管男女都会感谢你，游戏结束了我们又混成一家了，但400秒之内我们都是敌人，知道吗？过了400秒又和好了，知道吗？啊，我刷啤酒看戏，行，看戏的人我看看有多少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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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不是你。
中立呗，对对对，他那意思就是中立。其实中立也没有关系啊，中立还热闹呢，是不是？嗯，刷1000元棒棒糖的送微信加本人预兆豁出去了。盛书姐说刷到1000块钱的咱家的人不管是谁除了大哥他送他自己的预兆跟微信。盛书姐说送微信跟本人预兆豁出去了。盛书姐你为什么你出卖自己耳朵说我要服了。耳朵说我送你我脑袋我是光明顶我实在比不过你了耳朵说我的预算要吗那当对不起了包子你给我消停会儿脸哎呀妈呀叛变了都叛变了你这男团逗死我了老大我要诱惑男团了行诗涵把你的大长腿给我撩起来把腿伸出来把腿毛刮干净开始那个扯淡跟幺幺都在是吧等会儿你们俩要开麦的啊每人只有50秒啊记得啊不见谁的光人生老大游戏之间卡环点歌不可以啊等一会儿卡黄280块钱就卡黄啊了解一下一会儿不管你刷棒棒糖还是巴掌其他礼物不卡啊先跟你们说一下啊咱们家淡如水你看一下啊除了巴掌跟棒棒糖刷280的卡别的礼物都不能卡啊巴掌跟棒棒糖只要刷到280块钱的全卡黄码便宜比平时将近400块钱啊就这400秒之内要卡黄的等会儿刷280棒棒糖或者巴掌全卡这有400秒时间啊唱一首歌一首同桌的你送给大家明天的你是否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连夜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跟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曾说毕业遥遥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谢谢我们家存在谢谢我们家陈寒
次到远去，我也将有我的妻，我也会给她看相片，给她强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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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尽乱柴，你一点都不了解快乐是啥样的。桑叔姐要是快乐的话我吃翔。你都不了解快乐说话平时是啥习惯，就快乐哥你幸亏没说生叔姐是陛下呢。你把家里大哥了解一下你再猜呀，你完全不靠边际。我靠，等一下啊，生叔姐已经出卖自己了，要加微信，要发预兆了，大家考虑一下，刷到1000就加微信。谢谢我们家存在，谢谢我们家陈涵，生疏小妹妹，哥哥看好你，你得支持我呀。是那个冰雪小哥哥，生疏姐也看好你了，你得陪着他呀。对，1000加微信，生疏啊，不是我啊，生疏姐啊，不是我，可不是我啊，别整错了啊。签字开真爱，签字开真爱，开完真爱就扣一，扣完一就有马甲，有了马甲不限字。开完真爱就扣一，扣完一了要马甲，如何加微信？主播不加微信，因为主播平时不会跟别人聊天，一聊天就死亡了，死亡你就不支持了，不支持你就退网了，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欢迎龙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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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字幕，上面字幕跟下面字幕都了解一下。你也知道叫哥啊？对啊，龙哥好。生疏妹妹，哥告诉我，你说女人是不是以自己男人为尊 ？No， 这个我要修正一下，男女平等。现在男人都以女人为尊了，就是说你想追求一个女孩子，你要先学会低头。已经准备好了280，好，280，你们看一下啊，280刷的是什么啊？280刷的是什么？刷的是巴掌，耳朵来给钱，生疏姐不能给。刷的棒棒糖，耳朵不能给，得生疏姐补。知道吗？到最后统计一下，淡如水管理，所有的管理没有准备，你们有准备的不要一毛一毛刷。假如说淡如水你是管理，你想参与，你把你钱一下就刷完，你别跟别人刷一毛的啊！你也就一主跟两主，刘广男女都不计较的一主两主，完整完了赶紧干活啊！你们一定要给我整明白了，把这个统计好了，知道吗？不要整错了。啊！噔噔噔噔噔！哦，开始战前宣言吧，不用宣言，还没到时间呢，不着急，不着急。假唱，大哥，我还没唱呢，进来就说假唱，我唱歌了吗？
我现在得把素狼，我来看热闹了，迷离姐来了，迷离姐是女的，姐妹们快点欢迎一下我们的战友迷离姐来了，迷离姐可是一个我跟你讲重头啊，欢迎咱家迷离姐妹天使小雪，我们家这些女粉丝就算还没来得及加群的，相信你们也是就是跟女孩子一条心，然后男的没有加群的，相信你们也是跟男的一条心啊，你们都是为你们的男团女团加油。欢迎大叔，欢迎海军。再唱一首歌，唱一首什么呢？给大家唱一首作曲家吧，就唱作曲家，这首歌稍微轻松一点。老大，你确认一下素狼哥在不在？素狼哥没什么问题吧？等一下啊，我问一下啊，素狼哥，素狼哥你在吗？素狼哥，狼哥，狼哥，在吗？在吗？狼哥 ，Hello， 狼哥，欢迎土匪哥啊，素狼哥，你别睡着了，马上就到九点了。到8:50就开始粉丝开麦动员大会了，素狼哥，素狼哥，他们都想你了，我的妈呀，素狼哥，你一直跟我唠会儿嗑，你别睡着了，你一直在公屏打字，现在开始，素狼哥开始打字，哦，你别断网了，作曲家呀、啊，哦对，我们说一下惩罚跟奖励吧，那个惩罚就是那个。先说一个别的吧，你们如果咱们输了的话，这么的，咱们输了的话，如果女团输了的话，女团这些女的不管在没在群里的，咱家只要女粉丝参与了的话，咱们就一起把后缀改一下，改三天，后缀改了一下啊，71567156男团最帅，或者7156哥哥最帅啊，类似这种，女团赢了的话，你们就改7156姐姐们最帅、最美、最厉害。然后呢，我也得改马甲，我的后缀也得坚持三天。我要是输了的话，我因为我是女的呀，我也得把我后缀改成，也得舔7156的男粉丝。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来支付的一些，就是你们男团要是赢了，我会从本场贡献参与的这些人里面，我选两个人给他充电宝。就是我带我的 logo 的那个小米的充电宝，然后呢，我再送他一个，我还在送什么呢？衣服，抽两个人，我选两个人，起码得带真爱的。类似这种。然后呢，女团一样的，我也会改，行不？然后我们女团再加一项奖励，如果女团要是赢了的话，我从那个群里面抽三个人，我加一下私人微信。然后呢，就这样啊，女的啊，就是从群里，咱们自己在群里怎么闹，就跟你们没有关系了。这个就是别的就一样了，先把马甲改了。而且大哥冰雪，你们这些人，假如说要输了的话，书生你们马甲也得改。7156的小姐姐们，真厉害。你们大哥必须得跟着改马甲，所有的公爵必须改。行不？如果你们要是觉得大哥不应该改，那行，把大哥都给咱们。
你们要不要？